浣花溪是三道堰的换丝之地，如今却被大户强占。我今天就是让你们季家用资产抵债，如今你直接闯进我家搬东西抵债，怕是不合规矩吧？那请让警官做主。脏长史都管不了的事儿，我区区一个警官，我管得了吗？英英眼中只有您的英勇，瞧不见别人。与我有什么好处？哎，你！你个狗官，骂谁呢？我骂狗官呢，我又没骂你。你是狗官啊？好似他未必有好价格。如今我们确实要面临险境，所以我打算以我们染丝会的名义带着大家去参加斗芳菲。只要在斗芳菲扬名，到时候订单自然就不愁了。可是要参加斗芳菲的话，要行业翘楚的推荐啊。季娘子想得到推介资格，我赵家囤了一批沉丝，能设法将这批丝卖出去，老朽就应你所请。那分明就是刁难，到时候卖不出便是你无能。现在就是差个好主意。洞察人心，故弄玄虚。洞察人心，阿兄，我想到把费斯卖出去的法子了。